哎呀，别哭了，你没准一会儿沈小庄就回来了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就会说风凉话，谁家60多斤狗肉丢了，不着急啊？你干啥呀？能不能走着点？我告诉你哦，我走情况确定提前打钟。好好好好，知道知道。哎，小薇，有情况。嗯，猴子。哎，舒服的。哎，小薇，小薇，小薇。不给你吃。不给饭。分好吃的喽，哈克的，来，哈克的，来，这是哈尼的，给你。沈加多，别着急啊，来，这是给你的，不吃完，今儿不许吃饭啊。对。哎，还差谁呀？好，你还没摁呢是吧？乖乖听话啊，把手印摁了。滚！干啥呀？我跟你说，这狗我吃定了，你哈克也留不住它。就一个包子了，沈小多，咱们把这个包子给咱们的一家之主，给哈克吃吧。来，哈克你吃吧，快吃吧。走了，他走了，咱们吃烤鸭，快快快！老妹儿把烤鸭拿上来，烤鸭，来来来，来给沈家多一个腿，鸡腿，一个腿，不对，鸭腿，一个腿，来来来来，滚！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。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，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这样做出来的狗肉汤叫清汤。要吃狗肉，明汤。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。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这样做出来的狗肉汤叫清汤。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，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刚养狗时，狗粮放肉，放点菜，然后放上两根火腿儿、卵磷脂，放上两个零食，放上营养膏。放点海藻粉，给你吃吧。养狗一段时间后，别看了，赶紧吃吧。这是你一个月的粮食跟水，好好活着啊。哈克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这只鸡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它总是撕这个纸。你看它嘴里有这个纸吧？你看我怎么对付它的？四只，还给你说这样的鸡咱们要不要剁了？要不要剁了它？剁了它？还给你这么乖，你肯定不会撕纸的吧？你撕不撕？给你，你撕不撕纸啊？还给，你是不是不会撕纸啊？
等了也不好使。我给你看个小狗吃奶的场面啊，特别壮烈。看，哎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你干嘛呢？我问你，你我都没舍得吃，你过来吃来了啊？你挺可以啊。哈克，你到底想干啥呀、啊？你信不信我炖了你给小美补补身子？你俩的可乐哪来的？啊，是不是拿的我的？没有啊，刚刚自己买的。不可能，绝对是拿的我的，这瓶都一样，是不是拿的我的？没有，不信你自己瞧。行，你等着，我刚才还剩四瓶呢。一二三四，行，正好四瓶啊，你没拿我的。要是下次你要敢偷喝，我也亮你俩，我跟你俩没完。你看你怎么吃吧。哎呀，你还回手掏。哈尼，你吃吧。哦，哎，史尿多，这根肠你吃吧，是你的了。我以为他要睡觉。